产党的这个银行在倒闭前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就能糊弄一天糊弄一天，就能糊弄一小时糊弄一小时。七哥在国内这个经营那么多年非常清楚，就是个行长，还有管贷款的行长、副行长，还有所谓的贷款的几个重要管理人，没有腐败生殖器关系、利益关系，他不可能做到那个职务上。那么在倒闭之前，谁都想把自己的家人、朋友给保护起来，那么找的就是些傻瓜替他顶雷，给你点小甜头，让你帮助他啊，所谓的还旧带新，就是掩盖他每个银行一层又一层的腐败贪污，甚至是盗窃刑事犯罪。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和李友对比，我们是跟李友相比，李友是犯行滔天大罪，枪毙100次都没问题，你让他当庭释放全部回家，他那些这二奶团情人团都回家，他和这个人民银行的范一飞行长怎么勾搭的？范一飞行长的北京的小情叫陈华，那陈华就是跟那个多个男人睡觉上床，那跟范一飞行长多好的关系，范一飞不就是上海银行的行长吗？不就是王岐山书记，还有你这个江家，你答应了他让他当人民行长吗？他和李友一起睡了陈华，然后设计假合同，看看我们的贷款合同什么时候贷的，是我拿到了换了方正股票以后，你们才把我的这个合同抵押给上海银行，你们共同串谋抢夺郭文贵在政权控制的这个资产，你们是要杀人灭口啊。结果范一飞行长多大的本事，3个月以前涉及到范一飞行长的和人民银行蔡和生副行长的，还有这个中纪委的这个组织部长的，包括周亮的，王岐山书记周亮的，涉及到你这个上海的市委书记市长的，涉及到你们上海金融办公室的，这些卷宗全部删除全部拿掉，然后让李友回去装腔作势一下，然后他们坐着私人飞机就离开了。你们哪有这样办案的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当年上海银行江家最厉害的支行银行，范一飞人民银行副行长王岐山的马仔，是他的炮房，在那地方当炮房多干净啊！医院有护士有医生，需要吃点海狗丸呐、需要给我们针灸啊，是吧？范一飞太厉害了，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成自己炮房睡午觉的地方，牛啊！